男团 9% 近日在天津市举办见面会，一众成员在游戏环节接受测谎仪测试。队长蔡徐坤被问到真实身高时，测验结果却让全场笑翻。游戏问答环节中，由范丞丞出题，要让蔡徐坤测谎。没想到范丞丞一度口误，结果问成了真实长度是多少。话刚出口，范丞丞立刻意识到说错了，下一秒才急忙改口更正，身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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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实长度是多少？真实什么？身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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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尴尬一幕立刻让全场沸腾笑翻，而蔡徐坤则非常震惊，被范丞丞问到真实身高时，他立刻诚实回答说1.82米，同时强调一点都没有假报，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立刻被测谎机电到。不过蔡徐坤反应神速，装作无奈的笑说他电我可能1.83米吧，又长了一点。真实身高是多少？真实身高1.82米，一点都没有假报，一点都没假报，1.82米。好，来我们来测验一下，看看1.82米的蔡老师是不是如假包换啊？哎，被电了！他电我，可能1.83米吧，最近长了1厘米。